人生路上雾茫茫，走过了岁月回头望，心中歌儿自己唱，男儿豪情向天纵，崎岖山中寻不成，风风雨旧担，壮志可凌云，不怕苦难不怕痛，男儿泪洒在心中，不怕苦难不怕痛，男儿泪洒在心中。金黄的太阳上山岗，花开花香暖洋洋，人往高走水滴流，历经沧桑满悠长，男儿豪情向天纵，天地之剑气云涌，呼啸山响呼啸风，雨后现彩虹，不怕苦难不怕痛，男儿泪洒在心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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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啊，再见再见啊。啊、真的，听说你提副局长那事儿，不是已经上过会了吗？怎么又变了？哎呀，文凭文凭，就等张文凭了。那你赶紧弄一张啊！哎呀，这有什么事儿能瞒住你张主任的？那谈何容易，文凭得考，那就考啊！哎，我得有时间去学呀、啊。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忙得很呀、啊！哎，哎，那高材生呢？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他是哪个学院的？建筑学院。建筑学院？真的？当然真的。啊！我今天忙得很。哪天到我那喝茶去啊？哎，我那有好茶叶啊，我等着你啊。走走走，我忙着了啊，慢走啊。哎呀，哎，大学生！哎呀，大学生，大学生！哎呀，你到哪儿啊？转转，还没决定去哪。哎，是这，我给他找个地方，咱俩坐坐去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走走走。当一回枪手怎么样？不让你白干，报酬1000。说吧，具体怎么个当法？我的一个朋友想要张文凭，叫我帮他考试，一切我都准备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只管进去考试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对不起啊。
在哪口？在县城。什么时间？就这几天吧。报酬多少来着？1000。怎么个付法？现金。我是说，什么时间付？考完以后啊。不不不，结果出来以后，公平合理。这么说，你也没见着他？我也是才听说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咋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可他能上哪儿去呢？好吧，如果你们见到他，一定要告诉他，赶快回来上课。学费的事儿，慢慢再说，总会有办法的嘛。我们学校一定会帮他想办法。你刚才像是知道我哥去哪儿了，怎么又不说了？我也是瞎猜的，这一着急吧，就这里那里的胡寻思呢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就不能来吗？你是不是来找我哥？对。找他干什么？要钱，钱已经给没收了。难道你还想要那3000元的利息？你们给他捅的乱子已经够大的了，别再给他添麻烦了，好不好？程一凡，你先回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哎，那你的行李怎么办？我会去拿的，很快就去拿。高老师，您还在这儿？程一凡，来来来来，我发现了一个绝对有价值的材料。你看，这个现金账上每出现一次大额提款，这个笔记本上呢就有一次请示某某领导的记录。我可以断定，这里边肯定还有一张假发票在冲账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，貌似正常的经济往来的下边，还有一场极不正常的钱权交易。高老师，这
这是哪儿来的？这些啊，都是那个李天才的。这些账本呢，都是从这里头调出来的。我顺手翻了翻，这一翻啊，我就放不下了。程一凡啊，这些啊，都是一篇极有意义的文章。李天才，这个重视知识、重视人才、目光远大的农民企业家，在发展扩大自己事业的同时，又在建立自己的关系网。他用行贿的方式招揽工程，骗取质量认证，最终呢，造成了严重的工程事故，锒铛入狱。这件事儿就不是李天才一个人的问题了。这说明啊，我们的乡镇民营企业的经济环境亟待治理。高老师，写。高老师，你写这篇文章，你要是不写，我就写。请进。程一凡。我来拿我的行李。进来吧。哦，我就不进去了。麻烦你帮我拿出来。谢谢。你哥有消息没？打搅你了，你休息吧。你上哪儿？我有地方。真不错呀，结果不错。以前，从今天起，你要把这件事情干干脆脆的忘了，咱俩可是谁也不认识谁呀。这是对你好，也对我好，啊。哎，你可要记住啊，出去以后可不敢胡说，说出去对你不好，当然，对我也不好。记住啊，可不敢胡说啊。不敢胡说。行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我也该歇歇了。
这钱不够，是吗？哎呀，还差多少？你再数数。差2000。多少？2000。你想讹我？就算我讹你，就你，我急等着钱用，3000块钱。你给我出去！慢着！你去哪儿？你想我会去哪儿？你去揭发我？我揭发你干啥？我揭发我自己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咱们俩都不是好东西。你以为你这样就把我吓住了？我咋能吓住你？我又影响不了你的提拔。那不是我。我是给朋友帮忙。算了吧，张主任，张副局长，张局长，哄谁呢？你这不是买文凭，你这是买官。1000块钱，这个官也太便宜了吧！不敢胡说，不敢胡说。小兄弟，千万不敢胡说！你咋能胡说呢嘛你？就算我借你的行不行？我给你打个借条，连那1000块钱在内，都算我借你的。我把我的性命，我家的地址，哪乡哪村，都给你写在上面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可以找那位邮递员再落实一下。我在这里等你。要不，我去给你叫他去。哎！哎呀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小兄弟！你可别拿着钱去还了赌债呀！其实，这点钱算什么？我是担心你年纪轻轻的，我是怕你走了邪路啊！先生。你好，要点什么？来瓶啤酒。哦，再要点什么？一瓶啤酒。好嘞，一瓶够吗？一瓶。哦，你等着。
哎呀，今天可是把人整的，说了，好，咱们收下去吃饭去。来了，你好，来了，进来，坐。哎，我哥呢？我哥还没回来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坐。哎。他能上哪儿去呢？他走了有一个多星期了，那他到哪儿去了？他肯定没走远。你看他床上，他什么都没拿。哎，对了，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，你先坐一会儿啊。哦，对，你先坐一会儿，你先坐，我们去打点饭去，好吧？你先坐吧。咳嗽轻了点不？程一庸，你回来了。梁老师，回来了就好。梁老师，我叫学飞。你知道多少人在找你？学校有学校的纪律，学校要为每个学生负责嘛。你回去，先好好学学学生守则。以后不准再乱跑了，啊！不管再有什么事情，你来找我。
凡娃，凡娃，你回来了。你家呀，搬了。你还记得你家那个苹果园吗？搬那儿了。哎，你爹呀，把这房子啊给拎出去了。这不，家里呀急着等钱用呢。拎给谁了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呀。是你大伯呀做的中人。是儿，我妈怎么了？你妈呀不让告诉你。是，我妈到底怎么了？哎呦，你妈千嘱咐万嘱咐，不让给你捎信儿。婶儿，你妈她呀，怕耽误了你的学习。你爹也给我说了，以后啊，你就是再怨他，他也得按照你妈的嘱咐话去做呀。婶儿，婶儿，我妈呢？好孩子，你妈她，她不在了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这娃刚回来，你看，凡娃，凡娃，凡娃，你，凡娃，你说话呀，凡娃，凡娃，你，哎呦，是，哎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，凡娃。其实。我打我哥那儿，早就知道了。婶儿，婶儿，你回吧。哎，你也回吧，外边怪冷的。哦，你爹呀，就住在你家果园那个庵棚里。知道了。凡娃，是我凡娃回来了吗？这些天，大伯白天黑夜的蒸饭熬煎呢。这事儿跟我娃说还是不说呢？你爹他找我要主意。我这么思想过来，思想过去，我说，先不给娃说吧。等我娃回来，守着我娃的面儿，再说。我娃，就是哭的，缓不过气儿来，我也好给我娃拍拍后背。晚了，看晚了。钱花了一河滩，也没把人留住。为了操持钱，我跑东村，跑西村，
快把大白跑疯了。这不，把这间房押出去，凑合凑合，凑凑活活，总算是跟人医院把药费交上了。前两天你爹说钱凑不够，把这房给人腾出去，那依我说，那你急啥呢嘛？咱们拖一天是一天，可你爹他不，他急，他非要疼不可。哎，犟，他跟我一个脾气。哎呀，看看看，我这对我娃咋弄了一身的土？让白给你拍干净。哎，回头让你大妈给你煮上两个荷包鸡蛋。不管咋，饭还得吃嘛啊！哎，已经已经了，我娃先吃饱肚子再说啊。走，跟白走。我得去看我爹。繁华，把你爹叫上过来吃饭啊。爹，我回来忘了带成绩单，这回全年级统考基础课我考了第一名，专业课我考了第二名，在班上我是班长，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会的委员，我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过院长的两次表扬，我还写了入党申请书。我现在是学校党组织的发展对象。五毛军师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爱我。
辛苦。不要了。坐我床上。哎，我见过你哥了。我想着你会去。你哥判了四年。我知道了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家里没什么人了。还有个我嫂子。就一个嫂子？我爹妈都去世了。我三岁那年，我爹就不在了。听我哥说，我那时候啥都不懂，还跟着一起出殡的看热闹呢。六岁那年，我妈又不在了。可我眼睁睁看我妈入殓的时候，就是哭不出来。我那时候吓坏了，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，都压在我一个人头上。我哥把我抱起来，天宝，天宝，你看着我，你啥都别看，就看着我，我是你哥，我是你哥。
我叫了声哥，这才哇的一声给哭了。我觉得那会儿，我不是在叫我哥，我是在叫我妈，我是在叫我爹。你哥也真不容易，他自个儿才多大呀，还要照顾你。先是我哥照顾我，后来就是我照顾我哥了。他才开始办那个建筑队的时候，可真艰难，要啥没啥，四处碰钉子，有火没处发，就回来砸碟子摔碗。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，他摔我也摔，我捡破碗摔，果然我一摔他就不摔了。那段日子可真难，天宝，我这人说话算话，跟你哥订那份合同，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有效。